shared. Remember how we felt, and your touch was like there was nobody Hello.大家好，今天大妹、小妹来到巴都兰藏的巴萨，收钱后的这个金宝的沙波板，这是小妹。今天小妹来槟城巴都兰藏那个巴萨，然后它有我们点了一个餐杯，然后没想到它上面是这么多泡沫。哇哦！我们要点这个金宝的沙波板。我们第一次吃，那首先吃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叫沙煲饭，首先要搅拌。我们这个是有加蛋，是很满，很满的。你要拿另外一个汤匙嘛？炒东西这样炒，微香，这就是很满。这个是我们交大的两个人公司，10块半，小的就5块半。哇哦，烧烧啊！那个好。马来西亚的沙煲饭呢，是你要告诉他要不要加蛋，然后你要的话就加。然后它一定是有这个老穷，我们叫老穷腊肠，然后它也是会有肉，然后就是他们的饭呢，就是用黑酱油酱油的，这就是马来西亚沙煲饭。好啦，小妹要吃，我吃看，吃看，好吃吗？吃一口。很少来槟城吃沙煲饭，啥哦？很多咸鱼，很重的咸鱼味，我没有味道，味道好吃吗？还有一些香菇的味道。哇！ Okay. 哇！小妹还叫一杯参冰高酱，你要喝看吗？还有泡沫哎、欸，难哦！我第一次喝长杯有泡沫，哪里？不是很浓，咖啡没有很浓，就是它的外观没嘛，老实说，可是它咖啡没有很浓。沙煲饭可以推荐，它是第52号档。OK， 那我们先吃了，拜拜。